吴中生有北京东单 Next Up New York Bronx，从东方到东岸，街头到街头，一号线到一号线，皇城根到 ghetto， 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 Man， 我的身后就是曼哈顿。有时候繁华会让人犯困，贫穷和危险可以困住灵魂，但在这片铁网里，每个生命都想得分。原来真实竟然可以如此真实，除了看台没有任何多余装饰。你看那些不到十四岁的孩子们的姿势，简直在是在嘲笑我的篮球常识。水泥的高架桥在空中，就像怪鸟落在戴克曼街区球场的肩膀上。突如其来的列车呼啸着，像在怪叫，提醒我往日的想象，也许只是模仿真相。就是球场里的味道，弹跳，黑豹引爆，蹦巴斯尖叫，就像节奏本身，一切开始的地方，想让我们重新找回街头的体温。我被惯坏了的耳朵，习惯了一直都有音乐，可在这里没有滥用的鼓和镲，只有最真正点燃现场的高速划破了空气 ，DJ 才会 drop the beat。可我也亲自目睹一个虚假说唱被漫天的易拉罐驱逐出场，于是一个见证了开始的老歌告诉我，水的源头现在其实非常口渴，所以我们特地从东方赶来点火，让自由女神的火把继续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曾经借走了节奏和快乐，那就让我们承让承让。无中生有，北京东单 ，Next Up New York Bronx。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 Man。简单说几句啊，你们吃差不多了。美国那边也官方官宣了，等于说是，就是唯一我觉得算是这次有点遗憾嘛。小雨和慧杰都是反复尝试吧，然后这个两次都没过去。但是他们能够在明知道自己去不了天天下，每次像小雨基本上就从来没有缺席过，慧杰也是只要活动结束之后就马上赶过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们既然在这两周变成一个团队，就过去之后我们要带着他们两个的力量。另外就是说今天我觉得我们也那个欢迎一下这个莫夫瑞，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那什么。因为确实也没去过纽约，但也知道纽约那边的球员那种感觉跟洛杉矶又不一样，那边就属于非常有霸气，就要吃掉你的那种，跟那边洛杉矶威比尔那种虽然对抗很强，但人家基本抱着娱乐的心态，那边的感觉就是很 ghetto， 然后我们都是一个户子的人，很排外，所以到那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凝聚力是特别重要，而且自信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旦怕了，就很容易被吃掉。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咱们不是他妈去那边跟人合张照，然后在简历上写那么一条的人。我说实话，想去改变一下，而且把我们风格带过去吧。喝一口吧，来，喝一口，喝一口。I'd like to be the first to welcome you to New York's John F. Kennedy Airport for your continued safety and comfort. Have seated. Put them at,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imbo, baby, let's start the game. I'm gonna go to the top, you guys.
感觉还他妈可以，这他妈才叫打篮球。我这个比赛没别的，就是打好了，人家会尊重你；打不好就是狗屎。Something. I fuck bitches, y'all niggas dream about. I fuck bitches, y'all niggas dream about. I fuck bitches, y'all niggas wish you fuck. I make money, I'm dead.说唱后来那音乐停了，他说你们家这帮年轻人不懂尊重，我他妈挣大钱的，你们家什么都不懂，傻逼。然后大家去你妈的，谁他妈管你挣不挣大钱。We are coming. Y'all send the plane tickets. We coming. We gonna bring Dykeman to Beijing, and we gonna do it crazy. We gonna do it crazy. Y'all set it up. We coming over there. Dykeman is coming to Beijing. Believe what I'm telling you. We gonna have a great time. We gonna bring Dave. He gonna be on the mic. We gonna bring Kitty. He gonna orchestrate it all, and we gonna do it big.推不了，先找后卫。队友之间要挥啊，挡了要圆呀，不说话谁也不知道谁他妈后脑勺还没长眼睛，知道吗？一二三，不能。好球，好球。走走走，找人。抬头给无忧啊。这一传一传，非得运三下再教我，都邪了门了，我漂亮！妈油呀，瞧你妈这人一股脏劲儿啊！抬起头来看队友啊！你三下排球的时候就有时机传，你传两下人一上来你没有机会，你还累。停住啊！停住！这个喊呀！有了，有了，有了！又他妈晕！谁的人？你谁的人啊？就近可不都说了吗？太松了，太松了，太松了啊！真的，说一下啊，还是各自为战，谁拿球谁干，打不打？篮板，篮板！我操，这太能跳了。防守啊，老王！好王，好王，好王，继续，继续！给身体，给他身体！哎，好球！走走走！哎，好球！三打一！好球，好球，好球！六秒，防着，防着，防住，防住！你自己运过全场，你运不过来吗？啊？不他们突不过来，那就别打了。真的，后面你们根本玩不了。关我防二十八号之后，本来就错位，得有人帮我协防。
太忙，刚才冲仨人上空咱不进，他在底角那空着，你给他抛投也行啊。上失误得有十回，十多回。因为，反正你就运你的就行了，你不用听九哥的。将在外有所不受，我操！你听他的老失误。是谁啊？快点，快点！哎，快点过来后边了。提前约这些比赛就是要发现问题的，就是要发现问题的。但是今天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打得太次了，场上没有信任，没有配合，没有默契。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上午，我觉得我们好好看看录像吧，就是慢慢去解决这些问题。我真现在有点喊不起来了，我真的，咱们上车吧。不是应该给了，这就应该，不是他不是你有个优先选择权嘛？就是首先他是威胁最大在那位置，你可能先让他打不了的话，情况你再包过来。个人能力我都说了，我不管你们强与不强，你们也看见了，国内可以，这儿不灵，这儿就是不灵。但我想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一个队，所以说你们都不知道他要下标干嘛的话，那你们对篮球就很表面。严哲刚才说了，我现在要接应，你接应没问题。这就是沟通，我觉得没必要在这方面去判断对错。这方面一方面盛伟没有问题，我这块也没有问题。在那个时候不是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利弊。那个球传我就是有利，他下球我对你有什么意见？我只觉得这个球没必要在这个球在发生任何的争论跟争吵。那我现在说什么呢？我是教练，我是干什么的呀？就是大家都是对球不对人，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你总是把那个无限的心里边扩大，问题现在就你看我那就光帮我提升了，我的意思就光帮我提升了，不是，明白？就最简单的一老话，忠言逆耳，你老听那舒服的说好的，真没进步。说实话，来国外就是突破自己，碰到更强的防守去改变自己的体系。所以说我们谁都不针对，咱们就是在聊篮球。我之前大部分时间在我的队里，我是变成一个教练啊，九只是我一个大哥，然后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次。通过更了解九变成我的教练以后，我会发现他在篮球的认知方面真的能跟我很多达成共识。我会仔细倾听他每一句话，我希望从中吸取营养，而且从比赛当中每天都在进步。我希望如果咱们能做到这一点，这才不虚此行。允许有自己想法，可以交流，都 OK， 没关系。但我想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一个队，就需要把你的思想跟大家融于一起。有可能你觉得你的对的，甚至你的就是对的，以团队为重。因为我就把你们看得挺高的，真的，但至少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先这样吧，我觉得明天大家都调整一下，带你们去一个来纽约必须得去的地方——西四街球场。Where you from? Where you permit at? I got a permit. No fix. That's okay. Yeah,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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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别太矫情了，别老矫情到犯规上。Hey, nobody there. By yourself. Good. Stay in front of it. Come back now. 就用篮球说话，就用进球说话，别他妈整没用的了，真的。赖他们赖怎么了？ 32. 对吗？他们赖就不能赢了吗？哎，打聪明一点儿。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局势吗？知道吗？全他妈单干。That's the one you want. That's the one you want. That's the one you want.
Don't push me, bro. Step back. 3-8. Back one. And one. What the fuck they doing this for? That's a foul. That's a foul. I can take all hits, baby. All hits. Welcome to New York. That's ours. That's mine. You hit it. Right. Shut the fuck. Right. I said water. No, put the pressure on. You shoot for it. There you go. Hey, let's go. 15-9, you down. Are you gonna let me off? I know what to do, Ernie. You take ugly, but I love it. Good job, boy. You got to make up for that. Okay, baby, we battle. In New York, we fight, we battle, we hungry. You hear me? See what that shit say, New York versus New York, and I know where else. 你刚开始打太着急了，不是？你每个球都冲进去，跟他们死扛是不行的。我们张教练知道我打这种比赛，说啥都不让我出来了。我们不打不是我们怂了，而是说刚才打的，这没法打这种比赛，是不是？但我觉得只有这种的才是最能提高自己的、磨练心智的东西，对吧？他们的争吵当中，你进这球会弥足珍贵，会比你这个都不说话这么投一球，这是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强者的话，那无论你是精神上的压力，还是这个肉体上的压力，你在场上都应该成为那胜利的那个人。只有胜利的那人才能带走尊重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叫我不走，就是因为这，我喜欢这场，但是后来我没办法一直打去。说实话，刚才那种离场方式我真的是接受不了。这种离场方式，人家会觉得我们是挂着国字号，挂着北京，挂着东单，灰溜溜的走了，是真的就是一个味儿。就是犯规啊，但是他就算不犯规，然后把球要过来。对，所以说这东单也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认账，他会先跟你喷。对吗？就是关键是你要想你那样跟他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没争，我没跟他们争。对，我知道。但是你也没想到这个事儿，我给他赢了，爽不爽？就是你客观说，你觉得今天对方脏吗？只是动作相对大一点，接触比较硬一点，就是身体会硬一点，接触有可能就是超出相对的范围。但是这就是街头最原始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今天没有裁判？在街头上不会有裁判，这才叫真街头。所以说就靠你嘴去喷，你去聊，你也可以聊，你也可以骂 OK 啊，但你要把球打好。因为咱打不了职业的前提下，只能打街头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会退缩，或者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咱们相对来讲应该提高一下。就还是20年前30年前的人们活到现在老成这样，还是给咱们上课呢，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咱们这种不上场的人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不是说我们是大哥给他们各位弟弟上课没有这资格，但是我们不打球上不了场，就感觉没法评论的事儿，因为得到的回应就是你们家不懂，因为你们只是在底下看，你们想得很理想。我来这儿这不是一直就是为了说你们真牛逼。每次我跟你说，原来 CL 那歌每次写完了到现场一看，我都觉得我这歌可有可无，因为现场你们他妈身上那东西就比我这牛逼多了。我就是一说相声的，现在我真觉得我拍这些纪录片里我的歌比你们牛逼多了，因为你没那么牛逼，我操，狭隘的要命。
漂亮，好的啊，王少杰跟程池是后来的，之前咱们已经磨合了很久，所以说至少现在咱们也看清了一些问题，咱们现在要什么明确一点，凑在一起九个人，说实话以后都各奔东西的，但是最起码能凑在一起我觉得也很高兴，大家最起码打这场球一定要开心，首先要给到自己队友之间的信心，不要因为一次漏防互相责怪，因为明天就要比赛了，今天最好大家能稍微聊聊，我肯定还因为时间特别有限，所以明天我觉得只要上场就一定要相信队友，一定要老黑觉得起码咱们是一个整体，不要就是大家都有情绪，就有情绪可能自己失控了，打一两个被人打反击特别难看。然后我前几天其实是等于是被情绪这个控，被情绪跟场，对，然后犯了很多问题。然后但是我在后边几天比赛其实就是也出现这种偏罚的这种情况，但是我后来就想，因为这是在他们的主场，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球员跟他们自己的荣誉，包括裁判也要为他们自己来吹，我觉得很正常一个想法嘛，因为他要来的住国内的话，也有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球员的话就保持一个专注，这个状态。You know, music and basketball go together. Yeah. As a who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we lost our passion, we lost our love. I think outside of the country, I think people embrace what was started and created here. Yeah. They have more love for it. They have more passion for it.Yeah. You know, I made records with Ja Rule, Ashanti. You know, I have a studio. Man.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wow, you know,、man. Yeah, I do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outside、wow. of basketball. So, you also make music? Yeah. I'm a producer、wow. too, man. Wow, man. Well, guys, we want to go to the studio. Yeah. Oh, we really want to win it there. Yeah, wow, man. We could tape and you could tape and everything, do everything. Man. Yeah, sure. And maybe we can make a sound. Make a song. Yes. Yeah. Quickly yeah. make a definitely, beat and. Definitely. Yes, definitely, rap on、yeah. that track. Yeah. Nice, man. Yeah. Let's do that.Just for fun. 哎，我当初买的第一张专辑，那个加入的就是这张。白金了，对、这个，白金，这相当牛逼了。怎么样，又是一狠的哈，真的。这肯定是一狠的了。Welcome to New York, motherfucker, man. Okay, yeah, you can say that right there. Wow, man. We 这真是纽约的力度。懂的人去做的东西就能直击到你，这真的太狠了，就感觉是细胞的那种激活。太凶了。好。哦，直接在这儿就能。对。我靠。录音室。喘息。懦弱怀疑。对你的兄弟不信任，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That's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motherfuckers. That's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motherfuckers. 难道真的被一个苹果压死？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街头真实的样子 ？Let me know, man. Let me know.我始终忘不了西斯街的街口，那个老人驮着受伤的腿，但他的背影像在告诉我一句话 Welcome to New York, motherfucker。 你们自己曾经局限了那片沼泽，现在
也许对你有点折磨，可是最后的比赛就在眼前，到底能不能够蜕变，变态变得能够通向未来的腿，一定不是现在这双生锈的嘴，一定不是你把自己囚禁的心，一定不是一个不甘心的武士，一定不是这些未来的孩子希望现在看到的样子，一定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如此狼狈，想要反弹，你先得体会下坠。That's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motherfuckers. That's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motherfuckers.要坚守自己的原则性问题啊，进攻防守都是一样啊，让他们看到咱们是一个整体啊，咱们先不跟他们干不干，咱们一会儿也可以看看他们比赛，应该很爽啊。但是我想说一下什么啊，几个礼拜等的就是现在，知道吗？啊，在场上让他们知道你们到这儿，你们每个人的存在，听见没有？哎。
丢了球没人往回跑，知道吗？现在丢了球要回来啊！累了咱先休息，好了，不能不退网，知道吗 ？OK 啊 ，OK OK。现在一传都底线球都发不出来啊！接应接应接应！如果现在没有就近发底线球，要回来。别急，一下，单手尾上落里头。推到三，推到三，放慢节奏打，放慢节奏。一二三，过来。阵地可以打，刚才三打二不要犹豫，一定要打。刚才这边三打二，从时机上他冲过来杀 OK 了。但我想说什么？现在咱们防守不行了，进攻型不进 OK， 防守根本防不住，谁都随便打你们。加油！重做，重做，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加油！加油！燃烧的灰烬滋养我的倔强，奔跑奔跑，忘了受过的伤。我们生来只为面对真正的较量，火焰火焰燃烧四方，燃烧的灰烬滋养我的倔强。奔跑奔跑，忘了受过的伤。我们生来只为面对真正的较量。贴在地面，你听一听现在。
有地球，十年后有了我们，五年前中国没有 Open Run， 五年后有了我们，五年后也没有 Open Run 了，我们也不再需要接球了，而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规则，不管别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就都有可能。我不相信奇迹，但我只相信我们几个能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创造奇迹。学到很多，从各位身上学到很多，因为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于我自己其实比较震撼，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希望把大家带到至少在街头层面最高的一个舞台上，今天我做到了。纽约是一个非常重视篮球、非常纯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里面能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而不是简单的胜负。其实他们对篮球态度，他们做这比赛的初衷，我觉得都远远超越了篮球比赛本身。像王少杰马上要到 CBA 赛场，包括万胜伟、鲁昂，你会率领清华附中继续征战耐高的赛场。我最大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通过这趟旅程，能够吸收到篮球最真的那些东西。我就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你第一次触摸篮球的时候，第一次碰到篮球去投进第一个球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你们最快乐的。真的 ，Dankman 这晚上其实不只是一场比赛，意味着很多。所以我希望这只是一开始。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再重新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更强大。无论你在哪个层面更强大，我们下次不希望以一场失利来结束这场旅程，而是一次胜利，好吧？我们最后一次再一起喊一下东单。我觉得街头东单北京代表太多东西，好吧？希望你们各自在各自领域都加油，好吧？来吧，东单啊！一二三，东单。